二三，你看高个儿穿，然后像我 S 号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因为它就是没有裤口宽的问题，然后它很能修饰腰跟腿，织带是做松紧，但你会发现，哎，妞儿这边都还没有就是挤到肉，所以 S 号、M 号、L 号、X 号都可以穿，它不会一直勒勒勒勒你的肉。再来，我们今天加的皮革麂皮是超级软料的，它不会粘黏，不会脱屑，内层的话完全亲肤，也没有带任何一点的磨毛，所以穿下去就舒舒服服，腿长效果非常非常的加分。它的裆做的非常非常的友善，你可以看到我身高是167，可是我裆的长度的空间完全没有任何去卡裆的感觉，那是没有分 size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弹性做的非常非常的好，这个裆XL都是可以放心穿，然后口袋处我们在哪边？侧边，所以呢它完全没有砰砰砰砰飞出来的感觉。